关心检调侦办 IN 点 B 诈骗案，正进行第三波的搜查约谈，针对干部客户服务原属最宽林十外个人来进行询问。IN 点 B 的处长陈正中、洪兴阿警戒，其他的人是以30,000元到100,000元交保哦。这案嘛，拖涉到政治界，另外一个人洪指控讲，甲主嫌陈国伟有接触。内政部长林佑昌今仔是表示讲，唔通为着选举进行政治操作。两支手插在垃圾内面，表情正严肃。IMB 的处长陈定中半暝被带到地检署，透明讯问了，被刑案禁见。用刀手扭头毛砸面，协理严耀丁顶回是300,000交保了，搁再被误认600,000拒保。检调侦办 IMB 诈骗，25是兵分24路搜查，除了甲 IMB 的成员串台以外，也约谈四位原属的借款人，在先后分别以100,000到200,000交保。归入去客户人员、行政人员是300,000到100,000交保。看人家家破人亡，不会觉得抱歉吗？主嫌犯张耀峰，五月初被抓时阵，电话卡拢用假名张国伟在咧骗，成立网络借贷平台。涉嫌用假借款骗民众投资，案件甚至是拖延到政坛，将这政要官员拢被指控甲伊有接触、食饭、做人协商，就连内政部长林佑昌也被点名。不需要为了这个选举或者是政治上的一个目的无限上纲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让司法去说话。那是林佑昌，林也有真侪人讲甲张国伟交情袂歹。对此，林佑昌是严正的反驳，讲唔通为着选举做政治操作。怎么 ？IMB 的诈骗代志愈闹愈大，连银行局也出手啊，将会找 P2P 业者开会。主要的讨论呢，可能就是说，P2P 业者如何来强化同业之间的自律了啊，比如说，协助 P2P 业者来成立商业同业工会。银行局表示，除了要引导业者各自自律，也加强双方的合作机制等进行。但是 P2P 是未来的监管，就惊讲无管情形还阁会发生，即款 IMB 的受害者所讲的25亿的损失，敢讨会倒？到即马也唔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